玛莎，你可以吗？嗯，好，那玛莎唱。这句再一次，因为刚刚字幕比较晚一点出来，而且我刚一直听到有杂音在旁边，我刚刚也听到，我不知道现场的观众大家有没有听到，现在还有一点，这个跟我平常听到的杂音不太一样。对，你平常是听到什么杂音？我这边看到一个苹果歌，苹果歌，哇，因为他头上戴苹果，那个是你自己做的吗？真的、啊？对，我老婆做的。哦，那你老婆为什么不自己戴，要给你戴呢？那我当显眼包啊。所以你们想要点一颗苹果，这个很明显啊，而且其实我觉得今天已经不止一颗了，都很多举着苹果的图。今天晚上有这么多人要吃苹果是吗？这哎，不要骗我，其中有几颗是番茄。玛莎你可以吗？好，那玛莎唱。我不懂人世间的那首他为什么要唱错，你的婚是谁做还是我不放手，人世间的那首这世界给我的梦，是不是要告诉我潮汐总有潮落。这句再一次，因为刚刚字幕比较晚一点出来，而且我刚一直听到有杂音在旁边，又刚也听到，我不知道现场的观众大家有没有听到，现在还有一点，这个跟我平常听到的杂音不太一样。对，你平常是听到什么杂音？你讲清楚，来，你看着冠佑的脸讲，平常的杂音力道啊，然后拍子比较稳，比较稳。刚刚那个就真的是杂音，对，现在那个杂音在我们讲话的时候它一直有。等一下，麻烦那个。必应的音响检查一下。好，我们把后面唱完。这不多不少幸福刚好够用，杂音回来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我是奶哥，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巴上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阿贝就和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，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。